不要喊啊，老爸血压高啊，倒地下你们都得倒啊，别动啊，老爸血压高啊，心脏病啊。你说你们俩是哪里？在学校给我站起我俩领的。你说你们俩好好的，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，好好聊。你瞪我干嘛？要打我啊？你这么看我干嘛嘛？没有这权利打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看我嘛？你这什么意思嘛？没什么意思。不，你这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对啊，干什么的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干嘛的？干人事不？现在是我们问你要什么意思？你们什么意思嘛？要拉他干什么？对。那你在这里到哪里去？在哪里去？你是要拉到派出所还是拉哪里？你们公司在哪里？说，叫什么名字？营业执照。来，公司有公司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营业执照。法人谁？法人谁？把法人叫过来。法人在哪儿呢？来，法人哪个？来，打电话叫法人过来。在路口哪儿呢？叫法人，打电话过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叫法人过来。来，叫了。没有法人有公司吗？来来来，有法人是吧？那就好办了。你们是咱们纯粹黑社会。好，哎，就在这儿呢，你看，夏雨林，哟，就在这儿呢，拍好了没有？在这儿呢，你拍好了没有？啊，这个是我家的，这是我家的。我说你拍好了没有？这我家的店。你不干这人事儿吧？每元他妈的清明十月十五你上坟，你拍拍，好好拍，好好拍，现在拍，好好拍，咱站好了，来，站好了。二排，哎呦厉害，我那个眼睛吓人呗得，哎呦！你以为现在黑社会社会吗？哎呦真厉害，这个终身没了。哎呦，要走啊？没有垄断那一说，听懂了吗？叫法人来吧，你不说有法人吗？有法人吗？有公司吗？叫法人，叫公司，叫公司人来。叫公司来吧，有法人，叫法人拿营业执照过来。叫法人，你们要垄断的是吧？中国现在不允许垄断，听见没？我先这么说啊，这是他老大，都让瞅着啊，这是他老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我不管谁不老大，嗯，你要是打我，那我就妥了。先告诉你说，我骨质疏松，你要打惯了，至少六年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啊，嗯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动我一下，你们拉他去哪里？回家吗？要吃说话吗？我们做生意的。懂不？每年他妈清明他妈，你不路没有用，你路路没有用，清明上他妈坟拜祖宗，你们就干这种事儿吗？路是派出所，还有是派出所，你也干这种事儿吗？因为你祖宗会保你吗？没事，他们有法人嘛，把法人叫过来嘛，简简单单。不这样太无聊，做法人嘛，谈嘛谈明白为止嘛，对嘛，来嘛，打我来来来来。你指他有什么用？那你有本事跳过去打他就完了。我打你，你他妈是人吗？是人吗？你有本事你打他。你动嘛，动嘛，来动嘛。你可厉害了，妈，你们太厉害了，穿一身黑皮，屌的要死。那得没本事。会不？是黑本事打他。还天天骑个车在校园里面逛逛逛的，不知道逛什么。派出所来了，派出所来处理什么？你们黑社会不？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！你现在这个教育怎么用？原来就等他嘛，没事，就等就完了嘛。报警了吗？对，来嘛。派出所来会保他们。对对，来嘛来嘛。